螳螂照日是咏春白鹤拳的一个寓意于螳螂捕蝉的动作而命名的套路，既有下盘的小刀剪芙蓉，中盘的黄蜂出巢和直线转身退步的牵牛过岸，又有上盘的螳螂照日等机器攻防动作，演练中柔和大方，步法灵快，手法多变，吞吐浮沉，刚柔相济。
两腿直立，两手自然下垂于身体两侧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向前踏出半步，膝微屈，右脚面绷紧，向前方踏出半步，虚点地面，长虚步，做白鹤计脚，上动不停。左手立掌，拇指屈曲，左手握拳抵于左掌心，从左腋下向右前弧形推出，置于胸前中央，做将军挂印，目视前方。呈上式，右脚后撤，与左脚平行，长平马，稍宽于肩，两手变成虎爪，从胸前内收至两腋窝前，先掌心朝上，然后两手内旋，由上向下用力按压，发出螺旋劲，置于两大腿前，掌根紧贴腿面，做半月神将。两虎爪变成鹤翅掌，两肘后收，分别由下向上、向前、向外弧形推脱，掌心斜朝上，两肘内夹，离腹一拳许，两手形成往上托、往前推的合力，置于胸前，做孩儿捧花，目视前方。上动不停，两腕内旋，经坐结，沉腕，两掌心斜朝前，做朝阳坠落，目视前方。呈上式，两掌竖立，右前左后，右下左上叠起，由外向左、向内、向上、向下弧形运动，双叠掌置于胸前，两肘内夹，双肩沉落，腕力下坠，做观音叠坐。Thank you.
左脚向左平开一步，右脚紧跟在前，称为左边大门。右脚在前的前三后骑马步，两脚运行路线均由内向外，做弧形的圈脚动作，长左画眉踏架。上动不停，双掌呈虎爪状，左先右后收回腋前，然后向前用力推出二下，力点在掌根，左黄蜂出巢，目视前方。上动不停，右手里收，经坐结神腕，两掌心斜朝前，做双肢双扬，两眼目视前方。长上势，两掌竖立，右前左后，右下左上叠起，由外向左、向内、向上、向下弧形运动，双叠掌置于胸前，两肘内夹，双肩沉落，腕力下坠，做观音叠坐，目视前方。横上势，右脚向右平开一步，左脚紧跟在前，成为右边大门。左脚在前的前三后骑马步，两脚运行路线均由内向外，做弧形的圈脚动作，成为画眉踏架，目视前方。上动不停，双掌变成虎爪状，左先右后收回腋前，然后向前用力推出两下，力点在掌根，做黄蜂出巢，目视前方。上动不停，两腕内旋，轻坐结，沉腕，两掌心斜朝前，做双肢朝阳，目视前方。
横上势，两掌竖立，左前右后，左下右上叠起，由外向左，向内向上向下弧形运动，双叠掌置于胸前，两肘内夹，双肩沉落，腕力下坠，做观音叠坐，目视前方。横上势，左脚向左开出一步，踏归中门，长右脚在前的右前三后七马，双掌分别收回至左右腋前，掌心朝身内交叉进胸前，向下切压，置于当前，长脚刀剪芙蓉。左掌在上，右掌在下，然后由下经子午中线向上向前推脱，两掌心均朝上，做孩儿捧花，目视前方。上动不停，两手经坐结置于左右腹前，两肘加入，肘尖举腹前一拳许，长双肢朝阳，目视前方。上动不停，双掌成虎爪，分别先左后右向前方推出，做黄蜂出巢，两掌目视前方。横上势，右手里收，两手经坐结置于左右腹前，两手加入，肘尖举腹前一拳许，两掌心斜相对，目视前方，长双肢朝阳。上动不停，两掌竖立，右下左上叠起，由外向左向内向下弧形运动，叠掌置于胸前，两肘内夹，双肩沉落，腕力下坠，做观音叠坐，目视前方。